抢二的一波，哎，要直接打，被推了一下，但这边厄斐琉斯持续伤害还是比较高的。是的，你这边推完了以后，河道有个视野，又推了一下，哎，两边都是打余震。过来给了个坠鸣，定一下，哎，找到了角度，勾了一下女坦，但反正这边缺少一个点燃，这边伤害打野太分散了。卢卡斯跟 Vink 是平单了这个输出， Vink 也是交出自己的闪现，这个不太行啊，这个持续伤害能力。进化直接解，还要打通鼻的 Q 没有刮到，但是上路是开打了，两边是打了一个一换一，勋跟小鹏两个打野是活到了最后。勋这里身上还闪现已经交掉了，他应该是交闪过来强行帮忙换掉的。又踢到了小鹏，被挑了一下，勋这波的操作很帅气。小鹏想过去帮忙留人，但是没想到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。这个 buff 是的，但是下路刚才这里还是交掉闪现，闪现过来，坠鸣定到，又可以这一勾推了一下，但应该是你打个一换一，这波可以换的，这个推还是很关键的，有机会。小鸡挺危险的，没有技能了。来了，这波发现了以后直接往河道走，那应该是有了。看这个位置，熏直接捅上来，一下两下 ，W 人头让一下给泽晒。兵线是太难受了，顶下这儿。看刚才这一波是怎么发生的哦？是两边哦，原来熏这里在反蹲啊，直接闪现上去，结果盲僧是 Q 到了，刚刚好。主要这边赵信的一个持续战力很强，对，小鹏这边也不敢打，然后等了一会儿。太强！你看这边红色方兵线还是这波帅是挺帅的，对 ，Q 扯一下，哎呀，挑飞还是打不过。摸小兵的过程当中，正常发育就好了。小兵打一套，但是余震啊，这波的伤害，第二个链子连到，赵信过来有点远了。这边 Rookie 直接复制链子，想强行留人。五级的小鹏勾到了，要卖了感觉。睡明再定一下，这个 Q 是命中，二段的 Q 过来应该是有了，人头被小鹏拿下。是的，这一波其实只要被勾到，基本上就走不了了。嗯，但现在格蒙有点崩了，而且六级的赵信，哎，配合卢卡斯要来了，泰坦也在后面。这波反动很精髓，要先动小七，小七这波很危险，直接要被秒掉。在这边捡一个灵魂过来，还要杀，哇，小鹏也倒了，再变身一个盲僧。哎呦，放个眼，发现了一个新鲜的假眼，要先动，被踢到，这波有机会先打死吗？德善。哎，有了，直接二技能收尾，在这里赵信很顶啊，什么技能都没有的。直接扫一下，还有闪现，先杀一个，小鹏也被挂到一个 W。而且这边有红 buff 可以减速，小七应该是跑不掉了。移过来，感觉要被红火碾死了呀，小七。最后一下直接被烫死了，熏拿到一个双杀。熏已经四个头了呀，其实真的，其实这波小鹏已经是哎，这里阴一下，要不要上七级的辛德拉？感觉有机会。嗯，这边爆发还是不错，推到两个人，大招给三 D， 三 D 直接被秒了。这小鹏还想找机会，没踢到。哎，这波小鹏的位置有点危险。要杀小鹏，指过来，大招定了两个。这边先打小鹏，有机会扫一下，差一丝血。反而是熏，我有这个咳血，回了一大口。说实话，熏这波扫，他的印记挂在谁身上，都把盲僧给扫走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中路没打起来，但是上路小七这边的状态又有点危险，看熏要不要往上走。野火，辛德拉推到了，给个 Q， 有一个秒表。哎呦，这种操作也行的。可以，他是想秒表直接规避辛德拉大招的伤害，看一下能不能推得掉。上路这两个人也拼了起来，直接点燃，点燃炸！哎呦，小七！哎呦，点个魂！把这个伊菲塔需要队友来帮帮忙。这边视野看得很清楚，小鹏又被撩被指了，直接捅上来。这一波交闪现，想魔眼闪现过来一下，哇！这个伊菲塔会直接被推掉。泰坦可以勾了，大招和勾直接出手 ，Vick 这边很危险，一个秒秒稍微拖点时间，但是三个人怎么跑啊？一个终结前，很可惜被泰坦拿下了，不能怪他不动。哎，但上路这一波要杀紫菜，很有机会，这个位置有机会。紫菜这里有大招，再找看到了。芒芒焦土现在在 CDW 也被 W 挡住，被 Q 到了，大招过来想硬换小七。贴个魔死不掉，泽山这边一个人头被绿脏卓拿了下来。哎，下路小七，怎么这个 Wink 也要欺负一下？又没什么血量了。对的，刚才应该是中了套技能，直接过来指。哎呦，还好有 W 开得很及时啊。防守的话，我顶着防御塔，对，我顶着防御塔给你开团就好了嘛。十二级打九级，过来想硬换。贴个模子，加上格温的移速确实也比较快啊，直接拉开了。上路想动 Rookie 过来闪现给大招，永双再定一下，再接一脚，接个 Q， 但是 Q 到了一个分身。哎呦 ，Rookie 这个时候过来开启大逃亡了要，这边再大招直接给，有一个人在盯防，但又勾到，又被 Q 到了，拿掉的话，泰坦，哎呦，泰坦怎么又拿一个？刚才利桑卓在盯那个分身，这一波又来抓小七了，小七这边开了 W 也没用，因为已经被贴脸了，但是。
哎，熏点燃大招，哇，厉害了，经济进一步的扩大。看来什么情况？看一下，中路应该是大招打了个盾攻出来。嗯，能自己这里闪现躲开了泰坦的钩子，以及恶魔的输出不了的。是的，而且上路也碾压了呀，领先了4600的经济。泽善继续看到人了，直接被大招。这波有机会吗？泽善是大了出来。这个大招的机制又练了一下泰坦，给一个鸟盾。又想在这边埋伏一波，布丁来了，直接要杀布丁，布丁被 Rookie 秒掉之后 ，3MD 也是交出自己的双招，水明定了一下，反正给个大招，卢卡在这边开鸟盾，李桑龙不太敢上，上来了，定到，但卢卡这边有一个金身，有个秒表，推到又推到两个人 ，3MD 这里身上没有闪现，但是没有上去直接踩，嗯 ，3MD 这个位置挺危险的，没有双刀的情况下，卢卡打头闪现值。但这边被定了一下，反正给个坠明减速到了后排，赵信直接捅上来，布丁被融化掉，小猪这边在杀猪皮，猪皮差一丝血没有死掉，反而这边盲僧跟泰坦相继阵亡，那边的话夜也被泽善坐死，在后面小旭也倒了，泽善这边的人还可以追，三 D 感觉打不过他，血手触发，哎，那是盾攻触发打过了泽善，打过了，你让泽善捡了个立桑卓，对，上去放了一套以后。就差不多了啊！那泽善应该是没有血手。Rookie 达到了2500的总击杀，在 LPL 当中是排在第二位的，活了下来。看这波的一个 replay， 这里卢卡斯很果断，闪现值位置很精准，但是被泰坦半图勾了下来。是的，泰坦的勾很漂亮。是的，而且尼坦后续的大招也没有能够定住三 D，、但是泽善进场先捡泰坦。勾了一下，这波泽善属于硬过来杀了。对他这波是点燃交给了李桑卓嘛？哎，这里想动泽善，闪现勾，这勾很漂亮。哎，感觉有了，再给一个大招，大招血手触发之后，感觉泽善很难跑，又被 Q 到，回血回血了吧？差一点点，小七拿到这个终结，但是没有。哎，Rookie 来留人了，哎，留着两个，卢登还烫了一个，这边要勾 Rookie 反打定到，有机会，盲僧又 Q 到，阿丹 Q 上来，跟过去 ，Rookie。还有人在那边留，哎 ，Rookie 差一丝血又被 Q 到了，小鹏，家怎么办呀？这几个人回不回来了？哦，还好泰坦这边是成功的回来，应该能守住。哎、大部队全来了，什么意思啊、再攻下，这波 TD 翻打五吗？这波 TD 有机会，感觉熏感也要死，兄弟们血手，有秒秒血吸一下 ，TP 过来，这波有这个肉腿子，李桑卓四个人跟熏的一个互换，在那边的话，厄斐琉斯还能打持续的伤害。追明，等一下，小鹏的下一个 Q 过来，给了个治疗，又推了一下，这边还要杀吗？泽善，这里没大招，盾攻打出来，下一个感觉又被 Q 到了，这波直接打的真不错，团灭了 IG， 野伤害能让他把魂捡起来，这个有点没道理，他这个是中野，不是中野，因为辛德拉是 AD， 辛德拉是下路的，但这三个人其实没啥战力。徐立波想要过来一打五，克血回了一下，然后一个秒表。主要这边厄斐琉斯一直没人管，他在这边 A 的很爽，然后包括盲僧的 Q、泰坦的 Q， 命中率很高。治疗再摸队友回去，就是不想撤，好吧？战力还是挺高的，弟。OK。啊，中路的兵来了，只要中路兵线来，然后慢慢的耗你的这个门牙塔就行了。勾了一下，哎，勾到一个不太好的目标，开启个鸟盾，那布丁感觉要被卖了，又推到两个人，上海有点高，小七感觉也要被融了，小七也被秒掉，哇，这波要被 IG 斩起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厄斐琉斯三件套，你当他是神啊？再给自己一个大招，哎呦，守不住了 ，IG 一波零换四 ，GG。应该是无奈的输掉了这场比赛。是的，因为整个的阵容上，你发现 IG 这阵容是不会跟你打阵地战的，对吧？他要开就是一股脑的冲到你脸上去，没有给厄斐琉斯拉出输出空间的机会。